2022年19岁嘅香港女团成员何俊琪参加 Feel TV 选秀节目《全民造星五》之后为人所熟悉，网上人气极高。除咗系薛家燕嘅学生之外，佢拥有精致嘅五官，加上眼神凌厉以及粗眉同张柏芝撞样，因此被封为乱版张柏芝。年纪轻轻嘅佢社交平台已经有5.2万粉丝。最近有网民放出一条片段，系俊琪着上3.色嘅画面，美好身材展露无遗，获得唔少网民大赞。